你以为的公述流，实际的公述流。朋友们，开局绝对绝对绝对不要选公述，公述流绝对是前期性价比最低的选择，海量的资源，低的可怜的回报。其实最优的选择，咱们右上角的任务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了，攻击力、生命值有多少加多少，提升战力还有任务奖励，它不香吗？然后等到你难逢敌手的时候直接下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等到你上线的时候就会发现，没错，因为我们的史莱姆军团就算你下线了也会哼哧哼哧的帮你搬砖，但是前提是你得打开自动，当你累积了海量的资源之后，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，赶紧去试试吧。